梅子糖据说它很酸，我也是第一次吃，就这颜色来说它应该没什么杀伤力吧。我来尝一下，那是软糖，来两颗吧。去年这个，这个，我的嘴巴里面瞬间好像被塞进去10个柠檬一样的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种真的会有人吃吗？我的天哪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，啊，嘴巴都麻掉了，酸到麻为止。再来挑战一下。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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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